只要答对下列三个题目，就可以有机会抽精美好礼哦。第一题，目前 PGD 第一阶段最快几周可以完成呢 ？A 四周 ，B 十周 ，C 不知道。第二题，如果已经做了 PGS， 怀孕之后还要做其他的羊膜穿刺或唐氏症检查吗 ？A 建议还是要 ，B 不用 ，C 不知道。第三题 ，PGS 这个缩写代表胚胎着床前的什么筛检 ？A 染色体 ，B 基因 ，C 不知道。